今天邀请的是重量级的嘉宾哦，其实他是超级铁粉，之前也上过我们的直播，然后他本身投资股票非常有经验，然后之前他有跟我聊天，有分享给我一些投资股票的经验，让我茅塞顿开呀。我一直跟大家说哦，其实你读书看书，你懂的东西越多，你就会越谦卑，你越觉得自己懂得很少哦。像我从来都不说我懂得很多哦，术业有专攻。所以当我跟这位铁粉聊天，他跟我说投资股票的一些经验、一些秘诀，尤其是关于买卖外国股票啊，然后买股票的一些tips，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受用。所以从那时之后，大概一个多月前的时候，我就一直说，哎，大哥，你上来直播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一次的分享一下你这些心得，你这些经验，我觉得非常有用。因为其实我很少玩股票，但我对股票也不陌生，我很小的时候就陪我爸爸去新山的股票所，所以对股票也有一定的知识哦。但是你讲的东西让我茅塞顿开啊，所以应该推广给我们的读友推广我们的铁粉，因为这些是非常重要的知识。他一直不要，因为他是一个很低调的人哦，但是愚公移山的精神终于打动了他，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我们小特，他刚刚在美国大选输了哈，之前他很有信心他会赢大选，结果输了，我们在这里也为他默哀三秒钟，一二三，不好意思哦，小特你输了，还要让你上来讲股票，来，你先跟大家讲两句话，我喝一口酒。哎，大家好，大家好，哎，听到我的声音吗？非常非常的清楚，小特 okay, okay, very good, very good. 小特你我输了大选了，所以现在我先说一下你输的心情，我们才进入正题。 OK, 不要紧，我就是输了大选，我现在要讲一下这个股票，不过就我是纯分享，所以我是要先声明一下，我不是专家，我分享的东西是给这一些新人，就是讲如果你真的是要开始你不想要去研究，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能力去研究太多这些每一间公司到底他们做什么，对，那我要怎么样开始 OK, 所以我会从每一个最基本的大家问的问题我们开始讨论，就是几个比较 common 的对，小特你进入第一个正题之前啊，你不要这么心急啦哦，很紧张啊，你输了大选之后就越来越紧张了哦，已经消失在荧幕之前很久了。先讲一下最近小散户合作起来击退大鳄鱼的情况，你这个看法你怎么看啊？先分享给大家，最近闹得沸沸扬扬哦，有些读友不知道，我们来听小特的分析一下，这个小散户合作起来击退了手握几十亿几百亿美金的对冲基金这些大鳄鱼非常振奋人心的故事，小特来。小特好像宕机了，小特你听到我说的吗？这个小散户合作起来击退大鳄鱼的故事，你身在美国嘛，这个事情你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吗？我觉得这个 GameStop 当然它是一个好事啦，它是给 Wall Street 看到讲，哎，散户也有散户的想法，像当然这个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 Elon Musk 有去帮忙把这个东西带到那个 social media 上去，然后它当然是一个好事，我觉得它是一个好事，它给这些华尔街的这些人看到讲，哎，这些散户也有他们的想法，他们不满意，他们有很多不满。不过站在投资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我们只能够看，我们不应该去参与这些玩，因为长期来说，你说这些公司是不是可以真正的维持，有没有基本面？就是你纯粹只是为了要去打击他们 ，OK, 你让他们输了，那你开心。那如果你有多余的钱，我不介意；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就站在投资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我们只是看不了。嗯，就是包括最近你讲 top loss 这些东西，我一直很强调的就是投我们买股票一定只能够做投资，嗯、就是讲不要投机。对，我们不要去参与任何的这一种短期的这种暴利，或者是就算你可以从中得益，它不是一个很长期的，它会让你很累，它会让你很紧张，然后它不是一个很适合我们，尤其是新手去参与。你说我们的钱也不多，那么我还要去玩你这一种，然后玩了过后，如果真的输了，我怎么办？这个是我的本，我的老本。那么我觉得这个我们只能够看，我们不能够去真正的去参与啊，这样子讲。Ken 哥，你有一点小声啊，很多读友说你讲话有一点小声。嗯，有一点小声，你尽量讲大声一点，因为我是听到很清楚，但是很多读友反应小声哦。所以我们回到你刚才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经常都有一个迷思，到底是投资房地产好，我有闲钱，我应该去投资物色买屋子比较好，还是买股票比较好？小特，你什么看法？ Okay, 这个是一直以来我一直要强调的，就是我要告诉全部的新手，我们应该先股票后房地产。我不是讲买房地产不好，我只是说买房地产我们要有本钱。OK， 那么你要怎么样去储蓄这个本钱？那么我的建议就是，我们先把钱储蓄在这些值得我们投资的这些股票上面，知道我们有一定的本钱以后，我们再把部分的本钱拿来投资房地产。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对的做法，因为房地产是一个容易买，可是容易犯错，犯错了以后不容易改正的那一个投资。就是讲今天你如果真的不小心买到一个房子，那么他真的租不出去，或者是他给你很多麻烦，或者是房地产你要卖的时候你卖不掉的时候，它不像股票这样子，我们买错了它跌价，我们卖了就亏一点点就算了。 OK， 它不能够，所以我们走错这一步棋，它会拖 easily， 它会拖我们五年十年的时间绑着我们。所以、我的建议对新人来讲，我不是讲买房地产不好，我只能够讲的就是你必须要很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OK， 能够不买房地产就不买，你先尝试在股票那一边投资了，然后赚到一点钱以后才来想房地产。就比如讲我们讲苹果，我们花五年的时间，我们每一个月投资1000块马币，我们五年里面我们投资6万，可是五年过后它带给我们的利润是18万。 OK， 所以你讲的是6万去到18万，你讲的是3倍，所以你讲的是短短的五年的时间。那么以同样的钱，我储蓄了，我只是花了6万，我拿到一个18万，我再拿这个18万去买房子，我的速度会快别人很多。我不需要慢慢自己去每一个月存1000块，然后我要存15年我才可以存到180千，然后才来出这个头期买房子。所以我一直认为对新手来讲，对新人来讲，一定是先股票后房地产，这个是我的建议。Ken 大哥刚才有提到说苹果这五年十年高歌猛进，像 Tesla， 像苹果，像还有什么股票啊，那些科技股啦，你五年十年前买到都是赚大钱。小特，你的声音还是有一点小声哦，你要讲大声一点哦。小特有提到，所以问题来了，好、哦，我们马来西亚人可以买美国股票吗？而为什么你会推荐美国股票多过马来西亚股票？你刚才说每个月放1000块进去小小的钱，1000块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都不是有问题啦。你会去考虑要不要投资的人都有这些闲钱。那为什么你会推荐大家去买美股？然后马来西亚买美股会不会有困难？它对比马股的优势又是什么？OK， 首先我们讨论一下，就是讲 OK， 在马来西亚怎么样买美国股票？
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哎，马来西亚可以买美国股票吗？那我的讲法就是，哎，是很简单的，你只要随便去一个银行开一个这个投资的户口 ，OK。如果你不知道找谁的话，你可以找我的 Remiser，OK，、okay? 他的电话号码，他的名字叫美林，他的电话号码是012-759-5025 ，OK，、我放出来给大家了啊 ，OK，OK，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开了一个户口，你告诉你的 Remiser 讲，哎，我要买美国的股票，那么他就会帮你调整你的户口。这样你就可以在马来西亚的户口买美国的股票。所以我们讲到买美国的股票的目的是什么 ？OK， 我们就讲到很多人一直告诉我讲，哎，我每次买股票我都输钱啊，我都输钱啊。所以我哪里还敢买股票？所以你每次买股票你输钱，那么是因为有几个啊？你呢？我们最主要是两种原因，就是第一，你是怎么样去选股票 ？OK。选股票呢，一般上我的建议就是讲，首先我们必须要选最大的市场，就是讲美国是今天美国是最大的市场 ，OK？ 为什么我们要选最大的市场？很简单 ，OK？ 因为它越难被操纵 ，OK？ 比如讲你在马来西亚 ，OK？ 马来西亚是一个很小的市场，只要有一点点的钱，有一点点的有情人有钱人进来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操纵你的那些价钱，他们可以买卖，然后让很多散户亏钱。可是在美国 ，OK， 相对的事情就会比较少。所以市场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不管你告诉我们马来西亚的股多好，可是马来西亚的股票受影响的机会很大。比如讲 ，pandemic 一来，马来西亚的股倒完，可是美国的股没有倒 ，OK， 美国的股很多都没有倒。OK， 而且马来西亚你又要受那些政治的因素影响，换政府啦，你又烦 ，OK， 等下这些又就你会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所以我们要投资，我们既然是我们的老本，我们就尽量选这些没有很大风险的这一种股票去投资。所以我一直建议人家讲，哎。你不要花时间在马来西亚股，我不管你的马来西亚股，你告诉我它多稳多稳，蓝筹股还是什么啊 ，public bank 啊 ，maybank 啊，对它可能不会让你输很多钱，可是我们子弹不多，我们又何必浪费子弹在这一些股票上面？对吗？所以我们选股很重要。OK， 除了大市场了以外，我们要尽量避免的就是。那一种家族的那种企业的那一种股票，就比如讲，public bank 可能是那个郑红标啦 ，OK 啊，银鼎啦 ，OK 他们都是一个家族在操纵，一个家族在控制，一个家族在控制的股票，他们跟美国这种苹果这种公司，谁来做都是一定赚钱的这一种 concept 不一样，OK， 所以我们要尽量避免这种家族的，可是，在亚洲，你会发现在亚洲的。上市公司几乎都是家族的 ，OK， 没有一个亚洲的这些公司不是家族的，而且亚洲的公司很多公司都是有政治背景，就比如讲有一些公司是pro Anwar 的，有一些是 pro Mahathir 的，有一些是 pro Najib 的，然后Najib一上台，boom 这些股票就大升，然后Najib一倒台的时候，boom 哦Mahathir上来了，Mahathir儿子的股票全部又大涨，说你可以讲哦，我可以靠他们得利，对，可是你一样会因为他们事事而亏钱，他们不是一个正常的公司，他们不是一个正常的公司，所以我们为了要稳定，我们就尽量避免任何有政治牵连的，比如讲我们讲阿里巴巴是一个中国政府直接可以控制的公司，那么你告诉我讲这种公司能不能够长期，我要买10年20年怎么办？那么中国政府到今天他改一个政策的话，我们这一个东西就完蛋了。所以基本上来讲，这一些公司我们，你告诉我他再赚钱，我都会避免，因为我们有选择啊。你问我要选阿里巴巴还是要选苹果，我肯定选苹果。我为什么要浪费钱去阿里巴巴？所以我们尽量要避免任何的股票有政治的因素，或者是在小的市场，或者是在这种市场那个资讯不透明，比如讲中国这种 ，OK。他要控制新闻，他要给我们看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会尽，我们就我们要投资，我们就尽量避免。嗯， okay? 然后最后一个因素，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把钱投资在这些大科技的公司上面，因为接下来的十年、二十年全部都是在科技。所以如果今天你还把钱投在银行股啦、Citibank 啦、Bank of America 啊，我不是讲他们会倒，我要讲的是你的 return 是什么，你有选择啊。那么为什么你不要放在 Google？ 为什么你不要放在 Apple？ 为什么你不要放在 Microsoft？ 嗯，放在 Amazon 这些 guarantee 不会倒，而且 guarantee 那个 return 是很高的，就是他们一有机会，他们就会翻倍，一直翻倍，像 Tesla 这样子。像 Tesla 我早期进的时候是2017年进的时候只有百多块 ，OK， 可是他一路就是一直这样涨，一直这样子涨，你也不需要去翻，嗯 ，OK， 所以这个就是在选择股票。所以今天如果你会输钱的话，我觉得选择股票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你今天要乱买，你要听到一些人家讲哦放料啦，哦有，对，这个就是我要问你的。小特是最反感那些说内幕消息，这个股票。对，要大涨了。小特之前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说是最反感的。我讲怎么嘞？内幕消息就是给我们赚钱的吗？但小特有他一套理论，我听了也很 impress。所以这个本来是我一个特别要问小特的哦，就是为什么像这些有内幕消息、短期给我们赚快钱的股票，你反而不推荐？当然内幕消息准不准是一个问题了。我们来听小特的辩解啊。对，内幕消息当然很多时候就是。他要让这些散户去投资，把价钱炒高。嗯，很多时候我们散户就是那个受害者。对，而且我们真的没有本钱玩，我们输了，我们就是一无所有。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贪这一种？这也是这个贪一个贪念。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投资股票的话，我们绝对不要去听这一种东西。你有内幕消息，叫你就自己去就好了。我不要去，我就是投资，我就是好好去买 Google， 好好去买 Apple， 我也不要去烦了。嗯，对啊，所以就是小特刚才有跟大家讲的，大家千万别，我其实也很反对大家是用赌博的心态、投机的心态去 hit and run 啊，很多人买股票是 hit and run 哦，其实你这样子的做法是完全靠运气哦。然后刚才小特我帮他整理一下啦，因为有一点乱水，我知道哦，因为小特长篇大论这样讲下来有点乱水。其实小特刚才的意思就是。我们不鼓励 hit and run， 就是投机。但是你要长期投资，你又不会看报表。老实讲，有多少人会看报表？我老婆会看，她是专业会计 audit account 的，她看得懂。但是你给我看啊，老实说，她英文字我全部会看，但是她后面代表的意义，她后面代表的内涵，我看不懂。有多少看得懂，我们也没有办法做什么。对，因为像小特刚才说，因为家族关系，因为政治关系，他很容易被操控啊。像美国，他大市场，你可能要花1000亿才能操纵一只股票，100亿才能操纵一只股票。在马来西亚，你有一个100万，其实你一次过放这个股票就会大跌或大升了。这个就是小特刚才要说的。然后第三点，小特刚才要说的就是，因为我们不会看报表，我们又不鼓励你投机去赌博，所以建议大家去买科技股，像在美国这些 established 的科技股，你不要只看短期的波动，要hold 它个3-5年。所以不要你有闲钱就丢一点钱进去放着，不要投机的心态哈。所以短期波动不会影响，是这样子说吗？是，短期波动绝对不会。很多人一直问我讲啊，几时是对的时间进入啦？几时那个经济风暴会来了？我觉得我就每次讲。我讲不要去理这些，最对的时候买股票就是你口袋有闲钱的时候。你只要有闲钱，你就去买，你不需要看股价，你也不用去理明天是什么价钱。你也不要因为讲哦，今天涨了一点点钱你就卖，因为他们买股票，他们讲的一句话是很对的，就是讲我们不要随便就把股票卖掉，我们的这个心态。他们叫不贪得胜，就是讲我胜了我不要贪，我不要马上卖掉，然后不动如山，就是讲我买了我就放着，就是你自己给自己至少一个5年到10年的时间，你让你的股票去增值，那你就肯定不会输钱。然后还有很多人每一次问我的就是你的那个 reminder 的那个 commission 是不是很高？对，刚才有读有提起，
你都没有买几多吗？你那高不高做什么？你就是那一个月买那几张，那么你就长期这样子买，我觉得 commission 不影响你，除非你今天是投机，你今天又买又卖又买又又卖买又卖，又买又卖啊！越多交易，commission 可能很，commission 重就要。越高啊！可是你买一点点这种投资的话，commission 不影响你的。所以股票，你讲那种风暴也不影响你的，因为就算2008年风暴，苹果到了一点，小特卡了，你在你美国的网速没有马来西亚好哦。美国 no great not great under your administration，No great，没有，可能刚就才看有你一这点个卡，你可讲能。多一次，大哥，啊，该讲到哪里了？先，就是讲，sorry，该讲到哪里？刚才停的就是commission 那边过了 commission 那边的那个部分，好、哦，还又卡了。对空，基本上，嘛还是 OK 吗？现在好一点。你应该你在户外的关系啊，你在户外，所以它的 WiFi signal 可能弱一点。好、对啊，基本上就是讲 commission 不是一个很大 issue 了，然后哦。那个股票的波动，股票那种风暴，对，基本上来讲对长期买股票的人没有影响，对对，不就需是要这边。进，来，小特，干一杯啊！祝你四不年需要后卷进，土重来。我们，哎，好，你他们戴消着失，面具不能喝酒。啊，行，好，这样我们再继续聊，再聊多一下 哦。可以。我大概看了我们之前你的问题哦，有一个就是讲现在股市太高啊，我们经常都听到股市已经泡沫了，房产已经泡沫了，不应该现在进去买。你对这样子的问题的看法又是什么？我买股票从来不看现在的价，我还是那句话，买股票的时候就是你口袋有闲钱的时候，卡了，小特，你的网速不给力啊！Hello，Hello，Hello，hello, hello, 小特，小特卡了哈，小特卡了哈，大家给我一点留言，刷一排爱心，我看是我卡还是小特卡，可以给我一又点卡了哈啊，又卡了，刚才一整段没有听到你的讲话。，OK，所以基本上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讲，我们买股票从来不是看现在的价钱的，我们只是讲，我们决定买这几间公司，我们就一直持续的去买，我们不用理它讲今天的价钱比较高，或者是它将会升高，或者是将会升低，完全不是考虑的因素，就是你想买的时候就是对的时候，就是这样。对，所以小特讲的意思其实就是很简单啊，大家不要投机，所以你不是看短期的波动，也不是靠内幕消息，你是候它个3、5年，所以你要买的是真正不是靠那种内幕消息，不是靠炒高的，所以一开始我们说的那个 GameStop 的，它是一个没有基本面的公司嘛，基本是快的，要倒的公司，所以它现在炒高到300块，然后又跌回100多块，它能不能维持才是重点啊。这个就是我之前股票手套股大炒的时候哦，我就有跟大家讲过，记得要像小特所说的，有闲钱就买股票啊，闲钱这一点是很重要啊，因为什么股票你赚钱，你卖出去一定要有人接手啊？你接手的人其实就是亏的人嘛，有赚就是别人亏哦。所以这个是短期投机跟长期投资最大的差别哦。所是，以最后我们再交给小特了啊，小特你有什么总结的？我们就结束这次的直播，也快半个小时了，没有人下跌啊，我们现在还是1600人，证明。最啊，重小要的特魅力有在，讲到这一个投资股票，最重要的就是努力工作啦，努力工作存 子弹，没有子弹什么都不用讲，不要借钱，不要借钱，不要借钱，就是这样。OK，这个就是我可以总结的。好，然后刚才我有看到大家提到 eToro 啊，其实我这样讲可能会得罪人，但我有话直说了，eToro 不是直接买美股哦，你是给钱给。
这个 eToro 公司跟他买一个，他有一个专门形容词啊，我不是那方面的专家，我忘记那个词了，其实是买一个中介股票哦，就是你是买 delay 了的股票，所以是不一样的。而且所以既然马来西亚，我之前其实在小特跟我说之前，我是不知道马来西亚可以直接买美国股票的哦。小特一跟我说我茅塞顿开啊，既然马来西亚可以直接买，为什么要通过这些手机 apps 应用程式去买，而且又不是直接持股啊，你直接跟银行买，你是直接持股的哦，你是真的有那个股票的啊，所以我们谢谢小特啦，其实他真的给我茅塞顿开，我也上次他跟我讲了之后，我也马上叫我老婆就当是长期储蓄，每个月放1000块几百块进去，一张半张这样子买哦，一张半张这样子买，嗯嗯买的哦。对对，你不一定要买一粒，不一定要买100张，或者是1000张，或者是10张，它可以一张半张这样买，所以这个就是对，所以好，我们谢谢我们的小特，希望你4年后再卷土重来哦啊，再参与大选。祝你4年后还能带。能不能代表共和党我们还不知道啊，可能你自己创新党。我觉得会了、所以4年后祝你再战江湖，到时我们再邀请你上来跟我们分析讲解你的大选、哦、可以谢谢我们的小特、哦、半个小时时间刚刚好、哎、谢谢小特、okay.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先把小特拉下去，其实小特很辛苦的、哦、他这个面具非常非常的热、哦、刚才开始之前他脱下来又拿上来、啊、脱下来又拿上来几次，所以我看我看了很心痛。好，谢谢小特，我们把小特拉下去。好，所以刚才小特跟大家讲的其实真的让我茅塞顿开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第一嘛，最重要的几点啊，让我茅塞顿开的几点，我跟大家重整哦，因为美国的网线不好，刚才有一点卡。第一是马来西亚可以直接买美股哦，你可以询问你的银行，我据说不是每家银行都有，刚才小特有给他马来西亚自己的 reminder， 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可以去联络、哦、也可以货比三家、这个不是打广告、哦、是给大家一点 idea， 可以直接买，就不要通过第三方去买，这个是非常重要。然后第二，千万千万不要借钱买股票，不要抱着投机的心态去买股票、哦、买股票是投资当储蓄，它因为它是 liquidated 的，不像土地不像房产，它是 unliquidated 的，你要 hold 很久，所以它的风险相对低，而且它翻倍，它的流动性也比较快。所以就来到第三点，美股跟马股它的优势是什么？马股市场小，容易被操纵，然后很多家族企业，很多政治关联企业、哦、很容易波动，所以这种波动的股票谁最喜欢？投机者最喜欢啊！我短期 hit and run 进去赚一笔我就走，基金市场最喜欢，基金经理最喜欢、哦、美股你要操纵就相对难、哦、然后他也没有像我们小特刚才说的家族企业啊政治联系啊没有，而且科技股、哦、现在未来10年都是科技股的天下，至少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可以取代科技股的情况、哦，不再是传统的制造业，不再是传统的银行股，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几点是我听了觉得非常茅塞顿开，我一直都想要分享给读友，但这个不是我的知识，也不是我的 idea， 所以我一直要叫小特上来分享给大家。他其实很低调，他一直不要上来哦，然后给我三顾茅庐，说服又说服，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knowledge， 也给大家开拓眼界，开拓眼光，所以。在这里分享给大家，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Google 是 Alphabet， Tesla Amazon Apple 这些科技股现在都是大行其道，当然还有包括 Microsoft 啦、哦、他们基本上都是掌握未来10年的趋势发展、哦、所以今天这个讲题就分享给大家，也谢谢我们的小特播出他的时间，其实他那里已经很夜了、哦、我们谢谢他，真的谢谢他。好，